好，我要告诉你们两位，丁力不会再出来了。OK， 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客人又来了，又有客人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我要25号。啊，25号？可是小姐，我们这边只有1号到6号餐呢，哈，25号了。没，调呀调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边呢是有地关的。上一次呢，人家也点很多号啊，我们说没有啊，只有6个，结果呢，那个按钮一按，就有50个，50个，上面的那个点菜卡啪就下来了。让你看看我们真正的超级点餐卡，来来来来来，点餐卡，来来来，按一下。啊！哇！看到没有？25号，海鲜烩饭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看有没有？厉害哦！老鸟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这，我什么都懂，厉害！海鲜烩饭加可乐，来来来，恭喜你！小姐，给我这干嘛？我不是要那个，搞不懂啊！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又是经理！哎，小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要25号。哦，25号啊，我，好好好，等等你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，应该应该来。他刚刚25号，25号，对，25号啊。经理你要几号？15号，15号。那我就9号。那我20。19。19。好，那我18号，18号。18号。那我7号。香皂礼盒，谢谢，我下次再来玩。谢谢，恭喜恭喜，拜拜，慢走慢走啊。还有奖品哎，好好。妹妹，看完没啊？啊，你们两个，不是吗？跟你们两个讲过多少遍？我要教多少遍，你们两个才能够独当一面啊？我到底要什么时候？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了解我对你的心意？我才。是，我好像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点？对，这个，怎么会是25号这样玩冰果？不知道，因为他实在太多元化了，真的，真的多元化到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真的，小袁，真的，我们就是为了我们文远大的志向，我们来这边就是来赚学费，我们不能再犯错了。万一如果我们工作没有了，我们只有留了接手，我们将来就会锒铛入狱。真的，小雅，我们要振作起来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知道吗？好吧，完全听懂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待会有人来，我们要低谨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人来了，可以的，有人来，欢迎光临，欢迎。你们好，我要加40就好了，加40。小姐，请问你是什么东西要加40？我知道，哎，小雅，这边有写啊，他只要点完了我们的套餐之后，再加40，就会多4块的炸鸡。我可以，嘿嘿嘿，给你解释一下，就是你要先点主餐，对，主餐完要加40，就可以点炸鸡。对，有多4块，对，嘿，哇，你在内行。我们要点餐，我说我要加40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要点，对，但是因为你看这边有大亨堡之类的，对，然后有那个什么，三层堡，哎，搞什么？我说我们要点餐，我要加40就好。你们听不懂是不是啊？搞什么？叫我们经理出来！经理！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？我说我要加40就好了。40啊，阿五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我一下，麻烦你一下。对，加40，他为什么每次只有阿五懂？为什么我们不懂？对，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往前哦！来来来，往前往前，来来来，再往前。40就好了。好，需要总编吗？不用。来，从零开始啊。好。40就好，多一块的话你付哦。952啊。对。95。95啊。啊，我你加了九五，好，九五好了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。经理谢谢喽，拜拜。拜拜，骑车小心啊。好。你们两个干嘛？天很好看吗？啊？
真的被你们两个活活气死啊！在这边工作十几年了，我从打扫小弟开始到现在变经理，你们两个还在做服务生，你们两个到底要笨到什么时候？你们两个到底要笨到什么时候？笨到什么时候？你到底要笨到什么时候，你才能够了解我对你的一番心意啊？阿虎啊，点货，好，点货，点货，好。天哪，我们不就是炸鸡店吗？对呀，为什么有加油？为什么会要四十然后加油？我们还有九五的加油，为油表还会跑？真的？我们，真的，我到底该说什么呢？会不会太多狡猾？天哪，对，真的，这个狡会不会太多了？真的。